各位 PC Home 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本科微视频栏目，我是本科微微。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是华硕 N43S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款产品的外观，它采用了金属拉丝的设计，看起来更加的动感时尚。同时呢，这款产品的耐压性能也比较强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是它具有一个 USB 3.0 的接口设计。那么相信朋友们对 USB 3.0 接口都已经并不陌生。伴随着 USB 3.0 设备的普及呢，这款产品的优势也会在以后的应用中更加的明显。第三点呢，就是这款笔记本采用了B&O 认证的音箱设计，这样的音箱设计就能够让这款笔记本的音质更加的震撼立体，并且具有一定的穿透力。第四点呢，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笔记本的配置，它采用了英特尔酷睿 i5 处理器，搭载了 NVIDIA GT550M 的独显设计，这就为用户在以后运行大型 3D 游戏的时候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。第五点呢，就是这款笔记本的散热性能非常的不错。无论是长期运行大型的软件，还是运行 3D 游戏，都没有非常灼热的感觉。任何一款笔记本呢，都有它的不足之处。这款笔记本有一点就是它采用了孤岛式键盘设计，这样的键盘的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在清理灰尘的时候就稍稍的有一些不便了。那么第二点的不足之处就是它的重量非常的重，比较不适合于女生携带，便携性相对较差一点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这款笔记本的内置软件比较多，在我们的应用过程中呢，却发现这些软件的实用性也不是很强。好了，经过上面的介绍呢，相信朋友们已经对这款产品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。看最真的笔记本信息就来本科部落。我们下期再见。